美国华人呢加入全民健保，避免罚款的同时，更要懂得选择好的保险福利。因此呢，南加州有一家曾经获得洛杉矶县姚城县耆老这一家选择金牌奖，并且呢缔造多次得奖纪录的中心健保，也特别透过了华人工商大展，教育民众聪明选择。选在华人工商大展上推出转轮盘游戏，送出多项好礼与民众亲切互动外，还提供多种健保讯息，就是希望华人迎接2016年不要错过完善的联邦红蓝卡计划。我们是特地挑选了多种的贴心的福利，包括配眼镜、针灸治疗、柜台成药、华商的牙科保健等等，然后呢对我们中心健保更有就是专业的华语团队服务。而关心民众的日常保健，中心健保也在特选计划上明白列出所有优惠，就是要帮助会员2016年更健康。中心健保还有专业的华语团队服务，以及庞大的华语医疗网络，来确保我们会员的医疗需要。我在此仅代表中心健保全体同仁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提前拜个早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春快乐。目标成为南加州华人社区健保计划的最佳选择。中心健保热心服务华人，错过工商大展的观众还可以选择免费华语服务专线，查询更多相关讯息欢迎上中心健保官网。东森新闻彭迪用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